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系列的 Avenchi 的餐具。哇哦！三种不同的系列，环保竹制的、不锈钢的、全硅胶，就是 Fully Silicon 的竹制，是有分几种不同的餐具碗、碟子、分隔盘、宝宝用的汤匙、叉，是用竹子来做成的，不是用木来做成的，所以呢，它的表面是非常非常光滑，不会有那种毛刺，是非常非常安全，都是 BPF free， 也没有用任何的塑料的成分来做成，是不会发霉，当任何热的食物也是可以，只是用清水来洗干净就可以了，是不会残留任何的异味，也是不会残留任何的油脂，都有一个 silicone 硅胶在底部，可以把餐具牢牢系在桌子上，你可以把它拆开。表面呢，它的底部也是用竹子做成，也是非常光滑的。每一款竹制的餐具呢，都有附送一个宝宝汤匙，这个是用 silicone 来做成，宝宝在自己学习使用餐具的时候，它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牙龈。还有另外一种汤匙，它的把柄也是竹子做成的，它的喂食这里呢也是 silicone 做成的。这种汤匙呢比较适合当我们喂食宝宝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每一款不同的餐具呢都有不同的颜色，碟子呢就有这些颜色，如果是分隔盘呢就有这些颜色，碗呢就有这些颜色，汤匙和叉也是有不同的颜色。 Avenchi 的不锈钢餐具都是使用304还有食品级的不锈钢成分来做成，这个就是 Avenchi 的分隔盘，它的底部有这层 silicone， 可以牢牢的系在桌子上，也是可以拆开。这个碗呢它本身是有一个盖子把它关紧，它是不会漏水，是可以放热的食物，它还有保温的功能。每一个不锈钢的餐盘还有碗呢都是有不同的颜色。这款 Fully Silicon 全硅胶的餐具，它除了可以吸附在任何的餐椅上，它也是非常轻便，然后非常容易携带。不同的分隔是有一个刻度，可以显示你的食物是已经到达哪一个容量，我们里面呢是已经放了水，盖好来的话它是不会漏水的。 Silicon 的餐碗呢目前也是有这几种颜色，如果大家是需要任何 Avenchi 的餐具，无论是竹制的又或者是不锈钢的，又或者是 silicone 全硅胶的，都可以信息我们，或者在我们的网站下单哟。